Tres.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要有为之进退，才不你能接会我好让友啦？你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而你现在哪位？我明就邀你进队伍，什么叫你好友？我想。设定好了，应该设定好了吧？这件事很是什么？久没开了，不知道呢。这游戏我以为已经没人玩了石，LOL。头上线啊！公安小上线。为什么啊？17天前还有人追随我，是发生什么事？机器人啊！最后 A3636，最后组队于很久以前，傻笑，很久以前，那时候我还没进派瑞达。很久很我久已以前，经砍掉习他惯了就好了。，LOL。你有大图？对啊。那大火山啊？点菜啦，好。好电耶！脑没空不间是了在累了。LOL。FPV TPV。第一人称。一边打哦，我一边转我的账。哦，都忘记我还有你这边的剑，超扯！啊，什么剑？我都忘记我有你的台雷 MOD。哦，我把管理员给你哦。好像有，再不开台啊，看。那我就不知道开什么，玩游戏都可以开啊。草莓小镇就不知道开什么。草莓小镇就录到底有那些人多奇怪啊！你只会录到我多奇怪吗？对，你也蛮奇怪的。你奇怪，全家都奇怪啊！我要把点歌机器人关踢出去。踢啊踢啊，踢走！然后我们两个就被那个，被哪个？以为36已经忘记他的账号了。X 石头说：“以为36已经忘记他的账号了。”什么叫做我也忘记账号？没有吧？有了吧？我现在开的吧，正常的啦。而且石头，你看哦，那家伙都没开台，可是……啦啦啦啦啦！好说话，这是什么？哎，我找不到在哪里。可是我还有这只鸡。A36006 哇！A36006 哇！可能是订阅图是什么？W？ 哎、欸，那是不知道谁叫我一直放订阅图，我才去放的。好像就是你哦，四鸵鸟 LUL。那不是鸵鸟，那鸡，那是鸡好吗？对，你看，你看，就会有人强调那是鸡，那是鸡，那是咬颈鸡啦。我要紧急，没礼貌。他跳哪了？这边呢？那我们去边边的边边。百千万。好。耶、yeah, ，会给我，会给我，我缺钱。谢谢学长。我好像有一张贴图可以用。去哪里啊？不要哪里啊！等一下，我没看到地图，地图怎么开啊？哦，看到了，看到了。我朋友也有我的企鹅可以用。OK，学长在睡觉了。Mod 没有贴图吧？是订阅才有贴图啊。Mod 没办法，Mod 没办法使用贴图啊，除非他用那个忠诚点数换。
为什么你没有跳啦？我跳啦。你奇怪，明明就你自己没跳，奇怪嘞。而且我还飞到外面去，被扣血，为什么啦？你那扣一半欸，超扯的欸。你是不是想死？你想死要讲欸。哈，飞到外面去被扣血哦。你不想玩，你直说啊。没有啦，我在看手机啊。我刚是忘记截图了哦，懂你啦。有啦有啦，我帮你庆祝一下。好，庆祝什么？谢谢哦。有啊，很大声哦。那我还没扣血，看。我明对空明，为什么会扣血？我爆了，它会掉下来，是不是？枪图有什么好用的枪枪嘞？枪不都长一样吗？那不就都可以开而已吗？对啊，可以开打不到啊，就这样。对啊，棒吧？超棒的。据我上次开台应该有10天，好久没开这游戏了。10天吗？这么短吗？超过10天。好久没开这游戏，对，我终于有时间了，因为今天草莓小镇在更新。那我送你一个礼物。你会送我另外一个礼物，就是包包之类的。我怎么没有包包？子弹那些全部捡不起来。可能拿不到、喔，你也没机会了啦。有啦，这边有个二包。远啊！不会，人家跑圈就路过了。受不了，我要背200 AK 了。还有什么枪好用啊？枪好用。被改的乱七八糟。深陷草莓小镇的人都有。贝瑞吗？贝瑞很飘哎、欸。很飘，贝瑞要全配才会强啊。我也不太喜欢配，我还是比较喜欢 M4， 我的 M4 后来改的乱。M4 真的很痒。嗯。以前 M4 我可以把它当狙击枪点死。看以前 M4， 我打过 M4 最远800公尺，就是数据列出来800 m， 超扯的。我不知道在打什么。对对对。啊，你药都不用捡了，你很厉害呢。什么东西啊？我在你收过这间房间里面捡到一罐止痛药。那个我没收过呢。啊，你二级包就在这一间，你跟我说这个你没收过。我二级包在橘色后面那一间呢。来不及，我还收你的房间。小朋友才捡东西。这间我没收过啊。你要布货吗？收啊收啊。然后这边还有一把 AK。我要拿 AK 吗？你不是比较喜欢 AK？ 狂战士都直接去修改。都给你，都给你，拿去吧。耶，我知道学长对我最好了。没有，只是把不要的给你而已。还敢吃鸡？哎、欸，阿公安安。我阿公安安。陆伟霆啊。苏杭。苏杭。好了，我们该跑圈了啦，要出事了啦。不会出事哦，阿贝。很远呢、欸。慢慢走啦，而且我没有背镜呢，还没有背哦，3倍给你要不要？你多的吗？我有2倍啊，不用了，你先留着，我眼睛比你好。啊，这会不会受伤？哪个会不会受伤？你说前面是熔岩吗？会哦，我刚是就是被这个烧到的，不可能吧？你刚在空中哎，对啊，要不然空中超过地图会扣血啊。什么时候改的？应该是超过地图会扣血，可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对啊，我在上面扣一半欸，我只是滑个手机而已。我找到我的真命了。啊，我看到阿公来，还敢吃鸡？为什么不敢吃鸡？阿公要不要吃鸡啊？
我听到有人在跑步。后面有人刚炸东西。应该是 E 方向，我们来的方向。丢雷，可是没有丢到我们。面。电脑吗？不知道嘞。安全吗？在上面。你有看到吗？只有一只。要对着方向。这里。石头号。好。弄出来嘞。过头。Nice。再见。我听个鼓啊，那另外一只还没有秒掉，全部要扁掉。不知道怎么过去啦，感觉那个红红的很痛哎、欸。等下就跑啊！他那一只打到了、欸，不见了。知道。看到了。是有人在打你？没有，我把扁掉了。我还有二倍，谁啊？修修，很烫吗？不啊，看起来很烫。28个人好少，一补包多少？一补包好像一吧，二一个大补。饮料嘞？饮料一，分你吧。可以啊。运输机，这个打了会掉东西。要打吗？可以啊。会压死人吗？知道。我会在按一要捡背包，开那个箱子。我把 MK 捡走了。好，拿去啊，拿去啊。你要带什么？你有98K 啊、哦？我哎，98K 地上。那我拿98K。然后那个针跟那个给你拿。那三头你要带吗？你带啊。我拿九百 K 了。那我拿走。拉。少去。哇！我记得刚刚上面有枪声。正缺子弹。没有。22哎，多少？你打多少？四排啊？两双排啊。OK。会不会我也过啊？下面。我的波看不到。应该是电脑。是那个石头后那只脚吗？没看到啊。看到了。哪里？这，我去舔舔看，反正大不了跑回来。你就不用去，我去舔就好。
很久没玩，我抓不到位置。对啊。不是的。备战够吗？够啊，一而已。那你缺饮料对不对？我丢在这。有很多啊。蛮多的。贩卖机了。没有，刚收到。要去打下面那一组吗？要压到前面坡上打。我们下一圈也要往那边走。对啊，不知道位置。其实没有高倍的，看到了这一个，嗯，他在跑，在跑，嗯，我们可以先后面来一组吧，嗯，等我想一下，我们可以往右绕，走啊，走到屁股吗？没有，走那个山林那边，直接走上面，然后看的位置比较好。也比较不容易被人家发现，虽然有点远吧。喝饮料跟吃药快捷键是什么？零跟那个吧。零跟那个减号。人减。不行，那个键盘上面那一排的，我的零有啊，因为我记得我有改过键，我不确定是不是还在不在。剪过啊，是什么？有点好嗨哦，快去加入人家啦！比较想进圈啊？为什么我不想进圈嘞？我比较想进圈妹。好像有道理，进圈再加入他们了。那个直升机会掩盖我们的脚步声啊！好像有道理耶，我们去教他们跳萤火舞啦！你在这边跳萤火舞给我看啦！他不是有那个鸡吗？那个鸡啊，怎么跳舞来着？按什么 V 吗？还是什么的？动作键。动作键什么东西？前面。吃过去吗？能吃吗？在前面吗？对、啊。我在想房子那一区有没有人？要跑圈。你继续跑。是六只。四只，他们还在打，我看一下他们的位置，八只吧，直接进圈。好，要不要？这是什么废墟吗？我看到一个在坡上。在高坡上，你先进，先进。
我一直看不到。不用开车。六两只不同组是不是？嗯。不打算出来吗？你在看哪个方向？我在看左边。那我盯着六。我吃个药吧，吃吗？超明显的，有几粒符？对啊，刚刚那个箱子掉下来的。我知道，我是说你有几粒符，还好吧？我们后面房子会多？应该不会吧？剩一只、欸。啊？为什么剩一只？那一只的，破后吗？不知道，我在注意那个房子。我旁边，这个方向。他往房子的方向过去。大声音呢？砸到屋顶了。没事没事，你不要贴太同个方向，我看一下。好，我们在圈内，站好掩体就好。我换个位置，那个位置看不到。在防区吧。嗯。我在这。固定。好痛啊、哦！干，他最好是这么准啊！超级吃到好扯哦，对啊。他的雷都是直接找往我身上砸、欸，好准的。好久没有玩。还有杀到人呢、欸，不错了。好，我是去玩的呢。很差。VIP 是什么东西？季卡吧。
机票。我在看 Twitch。我现在可以赋予观众 VIP 的身份了。哦，就是前面那个钻石啊，就你在我台上打字会出现那个。哦。好雷哦！二打一还打不赢、欸，虽然那一只从杀到尾，可是我觉得他有点准的夸张啊。对啊，那么工作键是什么？我的 Y 是 Y 是同样的 F 四，我的是 F 四。哦，有呢有呢，这只啊这个啊。我看不到啦奇怪的人奇怪的人要吗超级鸡啊我看不到自己的动作啊我看得到你啊记得它有一个版本更新，是我们跳舞的时候可以可以加入，不是吗？对啊，我现在可以加入你，好蠢啊！没有，我记得有一个版本是有一个更新是这个状态下我们可以那个可以什么？可以看自己的动作，真的、哦？我忘记哪个键。我的天！超好笑的、啊、！Oh my god！ 你等一下打完人都去跳这个、啊，你要去跳望梅的动作？真的吗？好。这两个人坏了 ，LUL。哪里？在哪里？在哪里？还聊聊。OK。这边好了。走啊！你们才拍聊聊。怎么跳？我也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这张图的跳绳要怎么跳。它好像只有一格而已呢。对啊。我们是晚跳了，玩了输了，抢不到了。哦，好多人啊！哦，我跟你离超远的。我这边应该跳过去你那边啊，不然很不安全的样子。因为这边路上有人呢。我这边下面有两个啊。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电脑还是什么。算了，我要跟他们一条二。我得还是去帮你收尸吼。哦。如果活得到那边的话吼。雪莉，趁着点。我慢慢走吼。我把一个人炸倒，然后机车逃逸。你们是你哦，是有人在打我啦，好气哦！不是，后面有人在打我啦。那个被我炸倒的队友很气啦。
夸张哦。因为我只有拿到一支火箭筒啊，当然这样打。火箭筒超强的。他等下会不会跑过来？可能会哦，很气哦。我不得不说，他们超不准的、啊。我这样呸都没有受到伤害。啊，我也很不准、哦。那、啊、你有没有多的那个护、啊、甲或者是背包？我身上超没有，旁边都还没收。这边有 AK， 有楼下，我楼下很多支 AK。好，我把这放掉，乱枪。什么东西？怎么有人丢雷丢过来？还是隔壁区？是来了，隔壁吧。我现在很没有用，只有一把枪。你只有一把枪？那我还有一把火箭筒。火箭筒超强啊！我刚刚火箭筒干人欸。我跟你讲，隔壁刚有落一次啊，我不知道怎么。嗨。那个被我炸到的，不知道心情如何。但是大概就是这边有个傻逼落很慢啊！我要杀他，我要杀他！拿枪，我拿枪，我要过去，我过去。然后一开门被炸死，可怜。嘲讽！我到现在没有背包啦，为什么每一场都在找背包？你上学要带书包都不带书包哦。等我换五六枪。你要打吗？啊，你说打那个火箭筒，火箭筒可以炸那个吗？你炸干啊？应该可以吧？啊！炸空哦。太远了啦，那个炸一炸，等下会被人家拿走。有人在炸他，是不是？方便。刚刚声音听起来像有人拿跟你一样拿火箭筒来炸他。没有吧，反正是应该是我的火箭筒掉下去的声音。是啊。嗯。弹夹四五万是一百发，四五万一百发，两百吧？两百发吗？我记得是两百。好，我也去打上面的哦。走啊走啊走啊！两百发是吧？两百发那应该够啊。你要干嘛？没有，我在算两百发除以四五万。等于一发750块钱。一发750块钱可以打200支路，很近呢、欸。就在前面而已。你听到脚步声了、啊？有看到吗？对啊，找一个，通过位置。我听到了，外面，哇 ，Berry， 有啊，我看你在拉呢。我刚刚啊，刚刚不到。
欸，外面有酒不正。外面补血了。来了。一只两只。一只。干，我没有补血。看他剩多少血。来不及。一半。可惜。我也没有血，不要打两下就没了。感觉我刚应该先拉状态，再去拉你。没事哦。不过它优化是不是又变好了？你说 PUBG 吗？嗯，觉得有呢。罗亚曼还敢碰？碰碰碰碰碰！快点来跳舞！快点来跳舞！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刚这边啊，好，可以飞了吧？就一个，差不多吧。有一组哎、欸，同位置、欸，两组、欸，我们去左边那一个。接着我再继续再捡一支火箭筒，然后干他们。我们等一下去捡火箭筒，直接全部都炸那边了、啊。那边有两组、欸，他们应该会先对打吧？不会两边两组都来打我们吧？是不会啊。那打起来，没有这么没水准吧？我们打起来。有啊，要我就这么没水准啊？那也是只有你而已啊。不好意思、喔。N249哎，哇！我不要拿2249啦。这边有 AK 了。我想拿 Vito。拿。这里会有那个吗？哪个？这声音好近。过去。你要拿 AK 吗？不要。我想拿 QBZ， QBZ 应该没有。我二头二甲。好。这还有个二头，你有没有？有。还有个 N4。二头我要。一楼。好。有人来。你的方向吗？对。
楼下。进去了吗？里面。还有上二楼吗？没有。我下去耶。谁敢？他在跑，出去了，出去了。你觉得你听到出去不是我声音？是你的吗？我声音有差那么远吗？我刚跳下来啊。等一下，为什么我的声音？等等等，我听到右后这边呢。为什么我停止在这边？没事，我们直接抓一次，直接里面看看就知道。没有，这里面没有。我的声音会差这么多？不知道。奇怪了。可是我有听到其他脚步声。我也听到其他脚步声啊，可是我看不到人呢、欸。干！代表方向，进来我这间。在这里里面哦，两只哦，一直在外面。走，原来是有两个，难怪抓不到位置。什么？你什么都没听到？真的吗？不如我耳机坏掉、欸。我在最后确定我听到的方向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被开枪了。应该是在外围绕，没有进来。完了完了，听不准了。按倒了啦。跳舞啦，跳舞啦，我的伙伴呢？也可以加入吗？不行。别人呢？哦，不行的。啊，好可惜哦。到拍照啦！我帮你拍大学的那鸡样。去哪里？我不要去那边啊！我换个位置啊。那回这边。哪边？好啊，回那边啊。啊！不要飞到这边，很痛哦，会扣一半哦。我想继续飞下去，会不会扣直接扣死？会吧，直接倒在外面吧。你也太少飞了吧？哇，那不是一格而已吗？没有人了，好开心哦！下面有一组了。左边左后方那边有一组，我想跳货舱。你要跳货舱，那我飞过去。我还想说你要飞过去，我就跳降在这边。因为我有点飞不太大。
好多 DP 了吧？128 N24 欸，你要不要？你可以先标着，如果不拿的话，我背在身上啊。我拿这个。N24六倍还是要三倍？六倍。好，我帮你配六倍哦。那你要 Vitor 吗？我有 Vitor 啦。你要祈祷我不会死掉。不会，按照惯例先死的嘛，是我。不好说呢。通常那种飞很好的枪，快就死掉。要不要快抽？互相快过。嗯，快过。我有了，有了。好吧。互相快过，我有啊，可是我没有步枪。Vito 是你的好朋友。对，我现在就是那边。S K S， 我想拿弓。拿。我拿弓，你会不会恨死我？不会啊，那我擦。没有大包包啦。嗯？好近哦。哇，那好近。在下面而已、啊。消音呢、欸？我好想要、啊，在哪里给我说啊？看到人了，你要打人？没有，要下坡了，看不到了。还很远呢、啊。没有二包。我二包了。我们后面是不是还有一组啊？还在打、嗯，好近，真的好近哦，那个。对啊，要不打他们啊？可是我位置看不到啊。走过来这边就看得到吧？你往我这边走。你先过来跟我换枪啦。我只要完工，滚！滚啊！记得这还有一个三倍吗？那你下面真的超紧的，为什么？看到这个地方，石头后。小音超近的，有人跑过来哦。东山，那这个位置。我真的觉得我声音不对、欸，方向声音不对。那只消音是电脑，不想抓它、欸。
再来是145方向那边有声音，在破晓，现在打不到。我们后面破一下是有了。145那个贴到我们围墙边了，到。然后再来是85方向那边防区有声音，这东西不够高，后面播下的我没办法注意了。可是我觉得现在声音超不准的。70方向。要输掉了？不会啦，阿群那么强。对，有学弟罩着我。你学弟是废物。不会嘞。你学弟是渣男。这个我承认。哭。哎，把阴天又放在哪里嘞？啊？跟阴天有屁事，妈的嘞，奇怪嘞。我只想呛一下，要我去逛大街，慢慢听到。哎，我耳机的声音不准啊。方向怪怪的，刚打了三只都没办法舔包，哎，有多惨！怎么去舔啊？爬都不知道去哪里了。现在比较嗨的就是我们230方向那边南方，东南方、西南方。所以我换个地方听。原来我知道我这栋比较高吗？嗯，你那栋比较高。下坡是啊，没有，我要盯南方呢。嗯，我怎么跳不上去啦？我难过，有人来了，我这里。你这里？嗯，下面。是。钱包了，他在你屋子外面。好准哦，一枪一个，开心，开心，快乐。只要消费多久？问你啊。我们想玩光的，玩。没有弓了，不知道把弓丢到哪里去了。太矮了。我也想要上去啦。你上直升机吗？屋顶啊，什么直升机？要不要打？打不掉了，打不起了。底下有人，然后我们145方向也有人。我们 SW 跟底的坡下那边仓区跟145的防区都有人。看到人了，120。你想躲？好痛哦，活人。
他会绕左边吗？绕右边？绕左。有一只往黄区跑了，我们进我们帮区。来了吗？嗯。有一只穿粉红色衣服。我听到脚步声。你听到脚步声？刚我听到。没有雷，房子里，两只，我被爆头，要过来了，跑过来了。真的在雷，输光光了，输光光。老板娘，怎么办？还是你们想换地图？换丛林吗？这张真的不熟啦。Yeah! 开心，快乐，还有什么？朋友们，还是你想换地方，换我家？奇怪的人，这奇怪的人，怎么奇怪的人这么多？哇，快乐打学院都被那个罗马门带坏了。组了什么邪教？害怕，原本要变成黑帮的雷根堂收并购，直接变萤火教，超扯！什么东西？奇怪的轮九十四窝，他可能还收购那个要变黑帮的摄影师。摄影师是要变黑帮吗？不是本来就跟黑帮一样吗？强迫学会那个萤火舞、低姿舞什么的。摄影社最配合了啦！坏了坏了 ，FGO 都断灯了。FGO 断灯，我才没有断灯。你在哪里？跳舞跳舞。悲剧。这个好可爱，跟我舌头头。回厕所，他配合一笑红色，是假的。小二是说他断灯了，如如昨天没提醒你吗 ？FD， 怎么还不进来？我昨天睡房，你不知道吗？对啊，也是不想跟我挑。九点就断电了。给你标。你要没有跟我跳，我难过。GG。我们就这样。没事啊，我跟随飞散耶。虽然我知道跟随飞散很烂，可是我懒。
啊，你确定好了哈？什么确定好了？确定要跟随哈？嗯。我就烂，你以为他们只是奇怪的团体？有景轩好像也曾经被邀请过加入那个团体耶。你说雷根塔啊？对啊。为什么？为什么会邀你？因为他们好像当初在错颜色吧。哦，啊，你是什么颜色？没有啊，我直接拒绝他们，直接无视。很多人哦。啊！如果当初我加入了怎么办呢？底下有一只呢，抢输了啦，一只而已啦，我们打他啦。两只呢？那你打他啦。我打算降那个三角区。如果我当初加入，就是那可有可无的透明无色。你那侧有我记得有一只哦。对面一排的那栋有一只，你在听你那边的声音吗？喂？这叫断线。等等，你断线吗？你说我喷掉了，我知道，我看到你都没有在动，我就知道。呜呼呼，难过。两只现在在我外围绕，我来看看到底打不打赢。为什么嘞？卡住哎、欸。他们来找你了。啊？他们来找你了。你死掉了。嗯。啊，我没有枪呢。我知道，你也死了。我也死了，我才刚准备连接而已。我
好难过、哦。为什么嘞？我想是显示卡的问题还是什么？那个卡住哎、欸，不知道。整个电脑完全不能动，好难过、哦。会出来了吗？我还没连进去啊，所以卡在连线。我再重开游戏好像比较快哈。不知道哎、欸，不连了啦。最想试试画质开太高 ，CPU 卡住。那你的时光也断掉还是没有？哦，整个电脑当掉。哦，卡游戏画面那一种，没有跳什么问题。纸包的饺子最好吃，包饺子的嫂子最好玩。自从加入罗阿曼邪教，成为教徒之一后，火神常常请我吃饺子。哎、欸，这狐狸面具好可爱哦！什么狐狸面具？商店里面有个狐狸马鬼师面具。我要逛。你的武艺？商店啊，商店的道具。我看到了。叫小邪恶，因为他衣服还蛮好看的啊，马奎斯的衣服。马奎斯的衣服，不是还有摩托车的牌子，我喜欢。他如果 GTA 有这个摩托车，我一定买。有啊，只是没有、這個、好缤纷哦，没有这个颜色而已啊。对啊，这个涂装我觉得超缤纷的。骑了就很开心。我猜我们家老板娘喜欢这种方方的车。好了，我要开始了。你来了。什么？我来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啊，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对。哼哼。这是11年前的大中天了、啊。11年前，你好老啊！很经典的开头、欸、你来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为什么你会看这种东西呢？那时候很红啊。有吗？很红啊。有吗？11年前我在干嘛？妈妈咋勾吧？哈？妈妈咋勾吧？什么妈妈杂扣是什么东西？妈妈杂扣，听不懂。那算了。我本来想说今天闲闲没事，一边弄东西一边猜到名，直接维护到晚上六点，呵呵，呵呵。结果我晚上9点才会回来啊，不对，10点多才会回来，呵呵。开心的，我今天可以开车，可是好麻烦，我要去找车位。跳舞，跳舞。
跳啊。旁边有两个人在跳舞哎，我们去他们旁边跳。来不及了，要上飞机。哈，好难过、喔。在哪里？三角。三角。我在丢。我在丢苹果。苹果牛奶的苹果。你有那款野人的游戏吗？没有。哪一款野人？野人的游戏这么多，看阴森啊 Forest 啊，对啊，苹果一颗300块丢什么丢？被老板娘骂啦！老板娘语气才不会是丢什么丢，老板娘语气会是你在丢什么嘞？干什么嘞？为什么要丢苹果嘞？完了完了！我要被雨倩讨厌了，完了，我等一下下跪了。阴森，我记得我没有，你没有，有一组都是打他打他，然后他们跳三栋哎，跳三角，哎、欸，没有，他转回单排。Yeah. 是他们吗？我只看到一只。我有看一只哎、欸。我这边没有枪，怎么踩？我也没有枪哎、欸，怎么办？跑、啊！我做刀，我们把它去当路砍啊！啊！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他在哪？单排。哎，你先。呼呼呼呼！在最边边这间。刀出来了吗？没听到。你要跑？在外面跑。我去吸引他注意好了。哇！我打我打。他出来了。里面，他在外面。在这里哦。我本来想直接送他一发火箭的，等一下我要先憋尿他。你往这栋屋子爬，死掉了！拿 M 四来打输，中距离打输，拿散弹枪的，不要怕，我听到声音了，上面。嘻嘻，你好夸张哦！怎样啦？还送人家火箭筒，然后被人家……哎、欸，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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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死，我们都会死，一起死啊！我跟你讲，手没有，就走这一只哦。你捡到的枪啊？外面那个我还没捡。然后会不会不小心按到就碰？那、啊、他有补吗？好，有啊，有急救包，你要吃吗？是你要吃，又不是我要吃。看一下你的血好不好？你要吃吗？奇怪呢。没有，他如果没有补，他如果没有补，我就要丢那个给你啊。好心想要分你一下，分你一口的。那你为什么干扰包不捡，要背一急包？等一下，先让我补哦。我去吸收对面房子。我会掉了。嗯，会掉。没有，我捡甲，因为它是坏的。那好穷哦。他就开，他就拿了枪，拿一把 M4 就要干人啊。我拿了一支火箭筒也想干人啊，还是输啊？所以我支援呐、啊。哦。哦，新玩具耶。什么东西？这好玩耶。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我们这场不用跑圈了。
真的吗？可是我们在圈中心欸，对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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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点，我们在圈中心，你在叫什么？你在叫什么？叫啦！不行欸，现在叫没有用啊。那他就过来啊，过来之后我们就火箭筒从旁边打过去。打他干嘛？他又不是空投。有车。那是那个物资车。物资车，你要打吗？可以啊。他开走了，那太远了啦。跑太快了吧！我先把它捡着，它到底占多大容量？我看一下，好大，50也还好啊，一颗雷线就多重了。这苹果很重，为什么都没有步枪啦？哇、哦，很穷哎、欸！我也就只有他刚刚那把也不够、啊，而且备弹只有30几发。哦，不是备弹，是弹夹内只有30几发。我们去隔壁好不好？就隔壁刚好轮。你这边刚刚有收吗？我看到人了，进房子吧。哪边的房子？3355。这边有人。看我没有子弹。看他超凶的、欸。超凶哎、欸，这个。先拿一拿，然后给步枪。玩了不玩了 ？PPU 我先走了。捡啊捡，都捡。我要去继续补血，干。超痛，他好凶哦。这是电脑吧？可是电脑回枪速度这么快吗？现在？他刚是打完你，转身继续打我、欸，哎。重点是他没有把我打死。你缺。你缺这哎、欸，有人来，对不对？有人来，在我屋子左侧。倒了吗？倒一个，剩下的还没看到。我边掉一山坡上椰子树后，这是电脑吧？哪是啊？哦，现在电脑那么痛的吗？哎、欸，这边有很多762，有人，好。对，开始防身。我靠！啊，紧急接波没玩到，拜拜了，大家都跑过来了，都打不停呢、欸。所以下次要赶快放一放嘛，对不对？不是，叫了也没用，你到底想看什么？我就想看他长什么样子啊。早知道我不要把火箭筒丢掉，我死了要死之前，我先炸在你房子里，带你一起走。我们打的第一组是活人，第二组，最后那杀我们这一组也是活人，然后中间穿插两只电脑，而且中间那个电脑好凶哦，比我想象中还凶哎、欸。你说破障那一只吗？还是那个屋子旁边那只吗？恐龙装那只，恐龙装那只，有够凶的。对啊，超扯！他看到我，然后我不是跟你说那边有人，我再翻出去，他已经在打你，然后。我一翻出去，在他背后，他直接转身打我。他直接转过去打你，超准欸。
而且你知道他把我喷到剩一枪，我也是啊，超痛。可是我拿 VSS， 我觉得最后那一只我没有对赢，很可惜，太冲了。我在那位置其实不用往前走。我想好飘哦。啊，有人做了一个披萨型的被子，披萨型的坐垫。你要撞是不是？不要，超大一块、欸。你坐在上面的气势会渗到你的裤子里，有点恐怖。可是我觉得看起来不好吃的样子。来跳舞啦！啊，人类，我要一颗300块苹果丢你了。去这边，这边、啊，哥哥，飞起来！他好像有把车子模组改掉一些，对不对？对。哦。我在怀疑我的 M 会不会被改掉，因为那台其实是很少人会买的车。因为这台完全没有办法改装，没事，改掉他会还钱，是180万，对。那台没有办法改装，是连钣金都没有的那种。老板娘，那两台怎么办呢？那两台保不餐车。小丑车跟那个原生的那个餐车不能改，我觉得蛮可惜的。上不去。附近有人吗？嗯，没看到。丢的，走啊！学长都不学好，整天乱丢东西。我哪有乱丢东西？什么学长？现在是陆安。现在也不是陆安吧？现在还是陆安。我把你叫陆安起床哈。不要。那、啊、你没有枪啊？不要吗？没有啊，有啊，地板上有一把啦。好穷哦，谁标的？谁标的？
走啊，去隔壁区啊，还是你要去洞里？去洞里啊。然后我们下地去找犀牛王啊。我走这边。嗯？我走这边，你走那边。这边有那个二级包。哦，有 QBZ。喏。我的剪刀紧急接驳了。丢了，丢了啦。等一下，下一圈我们一定不在圈内，我们可以把这边收干净再丢。好，这很二四，你要吗？很二四。嗯，不是啊，不是不是很二四啊，误会误会，恩赐，恩赐啊，恩赐，好，可以。啊，这边真的有一把恩二四的，这是没有骗你哦。啊，恩赐的旁边有一把恩二，恩包。哦，你点先标着吧，我的还有。枪嘞！缺AK子弹吗？不缺。二级头。不缺。你要那个吗？哪个？这叫什么？补偿器，步枪的。哦。我也接着，接着下。没有背景。嗯，我这边也没有。填满了，你要狙击枪的补偿吗？不用。你缺药吗？不缺，我试一。怎么变咖喱狸猫了？
冲锋效应哦、喔。看不到、啊。你想要不要把 AK 换掉？那你有二杯了吗？二杯好像有一个。M2 是在最底层吗？嗯。那、啊、怎么会轰炸区？拜拜，我先去躲起来了哈，哎，慢慢捡哦。房子是会被炸的吗？房子里面不会啊。我怎么记得哪一张地图是会炸房子里的 ？A 区那个是卡拉金，小、哦、最小的张。我想跑到另外一间仓库去。对啊。如果我死掉，就来帮我收尸哈。我们会不会一起死啊？那这游戏就拜拜了。狸猫怎么这么早？嗯，观众啊，你大宝几个？我四个。我给你一三六一。有人打那个、哦，都有二杯。我有二倍，我有四倍，我有四倍。你一三六一，哎、欸，一箱，然后三六一，这给你。什么东西？我捡不下啊。捡不下吗？有啊。那边有二包啊。我身上二包啦。好不？因为我背紧急接驳、啊。走嘛，还是我们在这窝一下？都可以啊。我们跳舞哈。好闹、喔，有人呢、啊，那就把这间门关起来了。哎、欸，那是什么声音？那是消音 V 冲的声音吧？好，好快哦、喔，超快的、欸。抓板杀死人呢、欸？这有问题吧？这个超快的、欸。V 冲原本射速有这样吗？没有吧？我们去找他玩。哦，走，谁在这吧？他 V 冲一定比较好啊，去捡他的 V 冲。防区吗？有到防区这么远吗？好像没有这么远。感觉在这个山林上，这边有炸弹。面试是会来一组，嗯，这起雾哎，好麻烦哦。起雾在高处其实很亏哦。我们去下面吗？盲区吗？对啊，去抓那个外围那盲区那组。有搞爆 V 中躲在里面干我们。真的有人，真的有人。有人啊，还有一只，哦，不是，是谁？外面有人。还是 QBZ 好用，妥了。有人。
中那只死了，就我们打的。没有直接死哦。没有直接死。我要偷你的 V 冲啦！欸，这边有一只吧？我不要。他们身上有物流子弹吗？你在填包的时候看到吗？嗯，里面那只有的样子，好像没有。他好像也是7的。是不是有脚步声？有。还有，不同方向啊！我听到脚步声，不同方向啊！都是七六，换别人了。没声音了呢。你有没有大包？这还一包？我这边有很多。那好肥哦！我这边有9个子弹，很尴尬。你要 M24 吗？不要。会用啊！你说我在点。往上。左上那边，你看，我在看下面啊。走上来了。好。290。下去了。这么绕外面，你走过去吗？可以。你要注意 N1 方向会有人吗？往上走吧。左。N1 方向有一只草蜥。来。是草衣吗？不是，黑色斗篷。我这有人哦。好。后方有人，这应该像电影。你那边在你的哪个方向？上面。面，你被看到了吗？看到了。电脑没有死，击打而已，孩子。尸体嘞，完了，我不知道把人打哪里。我边掉了，在你后面那棵树。金圈金圈的哦。
眼底超差的，而且等一下下坡。小呼声，你吗？是我吧？你在圈外啊？不知道。我下面还有一只，手不会动的电脑哎。对。无法部署紧急接驳，为什么？最后一圈的关系吗？不知道了。都没有我要的东西咧，剩四只哦。我图纸弄丢掉了。我听到声音了，右边。嗯。我没有跑圈啊。走吧。方区有没有人？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后面的右边那一组会过来。这边石头区可以用。可以，我们打后面那一组吧。嗯。怎么没看到人呢？没看到他们进去。对啊，吃毒吗？这么嗨？看到人了。为什么？倒了、欸，我看到倒了，被毒倒了。对对接。我们要跑去，啊！好远啊！分了两只而已吧。嗯。拉一下，我拉一下，把东西都拉满。我稍微往右边是石头区哦，不然我们上岸会很惨。走左边。Berry 一直在上面哦，坡上，一直在石头旁边。这个点，石头边，在这个位置，一直在这个上面，然后一直在石头边，正前面的石头。你小心，他绕你右边。看到，刺激，压不下来，好难打哦。九毛，你不说、啊，还行啊。来个这么雷的，至少我们
差我啦啊哈哈哈。我说至少我们在防区扛压，连续几波都扛下来，虽然不知道多少人是电脑。现在电脑很凶，好吧？对，现在有超凶的。插你！哎，我天，你要玩是不是？我要来吗？取消啊！你有他好友吗？没。没干，你耍我，拜，绝交了，绝交了，奇怪嘞，我的手机怎么没充进去嘞？干太玻璃了吧，七八段，太玻璃，他骂你玻璃啊？啊，什么玻璃？呀、yeah.。怎么会呢？对不对？奖牌是什么东西啊？奖牌，现在我们可以制定那个吧，自己的奖章长怎样？哼，有用吗？知道。人家可是人称炮枪王呢。奇怪了，为什么我的双排次数会比单排次数高？啊，什么小朋友？罗拉曼才是小朋友。因为梁雨萱像小朋友，所以罗拉曼也像小朋友。大家都是小朋友。我觉得他现在会说什么嘞？没有才绝交，小朋友才七八段啊。什么？我才小朋友，你才小朋友嘞！排好久、哦，我觉得梁雨萱现在超像小朋友。那是小朋友的发言。怎么可能？我递给大群看，多少抽奖？大群看看，就像用小朋友的发言。我刚刚你聊天室啊，干嘛特别递给我？哦，你有看得到？有，我在看。对不对？超级小朋友的发言吧。你们都是小朋友啦。我觉得我等一下又要下跪了，跳舞喽！快点啦、啊，快点！你又没在跳，哎、啊，你又没有过来，为什么又是鸡啦？我做这支舞啊！好像外面超热，超冷的，我的天！去哪里啊？一样动吗？我看了三小，都可以啊，看跳哪跳哪。
没事哦，你刚看错，刚没什么都没点。要上面放着。好啊。走。出发喽。出发吧，不要问那不在意，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向。看了三小，就看到两只鸡在那边跳舞啊！哈，妖精鸡？什么妖精鸡？李卫鸡？你知道那只鸡？那只鸡的名字叫什么吗？罗锦鸡啊？对啊，我知道啊，所以那时候我才会说妖精鸡啊。妖精鸡的名字超像。我的 berry 呢？你要拿 berry 啊？对啊，不是的啊 ，QBZ 啊，你只是叫错名字哦，很紧张。你要不要四倍金？我捡到四倍了嘞、啊。可是我没有包，没有枪，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四倍金。我有平底锅。我要拿四倍金丢人好了。好，我捡到了。Twitter。原品。Twitter。我把四倍装在 Twitter 上会不会很奢侈？不会啊，望远镜嘛，对不对？很合理啊。嗯，好，那我就当你同意了。有差吗？知道呢。要不要步枪？那叫什么字来的？中在前面的那个啦。步枪。对啦。消音、消焰。步枪啦！我捡到我要的枪枪了。你啊。你收对面是不是？啊。我要下去了。那我们两个分得蛮远，一人一个洞，收不完吧？没事哦，感觉附近没有人哦。不好说啦，这洞如果有人过来就是打地鼠啦。没事哦，我们就站着给他打。原来不躲就不是地鼠了，是不是？对，还有四倍呢。我刚那一排房子总有六个四倍。有那么多四倍干嘛嘞？煮一煮看能不能变十二倍啊？你是说把它粘在一起，然后绑起来吗？对啊，这也是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看哦。看看明天会不会近视哦。其实这洞改成这样做很难收，是很难收没错，可是东西变很多呢。又成了那个没有背包的男人。我这里到处都是背包哎、欸。你有没有二级包啊？我学二级包。我这有二级包、啊，还有干扰包。找到了，找到了。我
最有物资车啦。有啊，对啊，我还有三级甲哎，哦，物资车跑掉了。哦，你好。哦，我听到我的声音了。在你旁边吗？在我上面而已呢。好，我过去。可是我想捡东西哦，我不想理他哎。我也不想理他，我要放弃我那个洞哎。那有没有什么我想要的哦？这是三甲吗？打你吗？不是啊。啊？不是打我呢。嗯，我觉得是电脑哎。我也觉得是电脑哎，我去抓他好了。在哪呢？我居然为了一个白痴电脑放弃我可爱的洞。你继续搜啦。回去找他玩。回去搜有点太远了，我这边搜一下。完蛋，我觉得差点掉下去。死掉了，不知道好像有队友呢。要是有看到 SKS、UBU 或是。是我啊，看一下。好哦。怎么又响了啦？又想手机了，我、啊，你是不是不想接电话？是，对啊，我就不想接电话，也是不想接电话啊。好小，怎么了呢？有声音，小音。我知道，可是听起来又像电脑怎么办？那个点发的方法。可是我想他的小音枪哦。啊，真的应该是 M16 之类的。在哪里呀、啊？不知道，我在努力的收这边的东西。不能再多开一枪吗？我等下就会开了吧。帅！好凶哦！对，我怎么那么炮啊？你吗？超炮哎、欸，开镜超炮，可是摇射还好。这不擅长玩这个游戏了。哎、欸，这有三包哎、欸，你要不要？哦，自己吃。嗯。人呢、欸？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大区，好痛！被丢嘞！我看到人了。为什么 ？W 方向过桥。干你老师！我炮，我怎么会炮这样？在上面哦。那个应该是电脑了。
对谁打、啊？你刚应该是你刚点的那一只。我去找他。打死了，打死了。什么嘞？怎么好像什么都没有嘞？好 berry 啊！我不用拿，我需要拿 PPT。上面是还是消音？对啊。我突然觉得我们其实躲在下面蛮好的。你跟我说他会被当地鼠打的。不要探头就不会被打、啊。放吧，你看是不是真的？我想去打那个、喔。Okay. 消音的那一个，走啊！走啊！我先去找他们。我就太逗啊！你这是地鼠，你就不要当地鼠了，我要躺在这边。我在跳机的舞。他的 M 十六一直在点，在大仓那边吧，我点黄标那里。我听到还蛮大声的。为什么的 QBZ 远距离可以那么的好呢？ QBZ 本来就不太能打野。有人起身，听到了，这边他是骑下来了，骑走了，没有没有，他骑走在上面。他停了、哦，在上面防区。跟你位置拉近一点哦。我们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我在当地鼠啊！你走右边上去走，两边都可以吧？我先冲看看，能抽我就直接抽。OK， 我这里被迫看到人。哦、固定有一只，有一组，你有看到吧？石头后一组，他们打了吉利服了。不行啊 ，QB 真的超跑，为什么？没有远交吗？就这一把咯。尝试一下，被打了？没有。我好想去舔吉利服的包。石头后三十五，是我是我，三十五石头后。不知道你往后爬了，干！
躲得起来吗？对的、啊。我这边有被一波了，可是后面有人哦、啊。看到人了，在上面。这边，他掉下来。这是活人哦、啊。在洞里。应该右侧，应该会舔我的包。这是电脑吧？这个是他吗？你看一下，他是拿骷髅杖吗？不是哦，不是他哦。面。来不及转，还敢舔包啊！我来不及转，翻新是魔鬼啊！没有想舔，我只想看他拿什么枪、啊。我GPU 怎么那么高啊？GPU。95%呢，我 GPU 82%，为什么那么高啊？因为我记得 PUBG 的那个大厅就是很吃 GPU CPU。我之前他之前优化很差的那个版本，我曾经一开大厅就爆到100%，然后帧数就一直掉，在大厅掉帧。应该最后一场了吧？好啊，打完休息了。老板娘，最后一场应该打老戏。嗯嗯。我只突然想到，我也没有在你聊天室打醒脑。你不是打安安你好第一次来吗？嗯，后来你开始 RP 之后，我不是都打醒脑吗？哇，奇怪的人，为什么你可以入学呢？嗯，为什么我不能入学？奇怪嘞，为什么你这么奇怪的学弟入学啊？我要跳舞啦！因为你姐姐推荐我、啊。那、no. ？对啊，我的推荐人是雪她、啊。安安你好，第一次来，梁宇轩，你很夸张、嗯。我才不是打安你好第一次来，我是来打。笨哦，为什么要跳鸡舞？因为我只会这支舞啦。干嘛啦？动啦动啦，就动了啦，不管啦就动了。今天就是一路当地鼠嘛。好啊。那我直接进洞里。还要进洞底哦？你可以收上面那两节啊，然后再下来。啊，好吧。那我们车厂什么时候要办车具？有要办吗？不知道啊。可以办啊，我可以去建议他们。不知道、欸。什么两只老鼠？梁宇轩说我们是老鼠。那我要去偷你们车子里面的稻米来吃。梁宇轩就真的是坏猫咪。
你有看有没有人吗？没有呢，我往后看都看到一只了，可是没有落在我们这边。那、啊、你不知道落我后面那个房区，就是你落前面了。对啊。那我还要上去搜对面那两间。你可以去啊。因为我突然觉得这里感觉会有我想要的东西，结果什么都没有。感觉错了啦，这种东西就跟他喜欢我一样哦、喔，都是假的啦。真的吗？假的啦。跳不上去啊！哎呀，这为什么跳两个都上不去？他不是可以爬吗？可以啊。对啊，为什么都爬不上去？你的按键有没有分开？没有啊，人家我有些地方可以爬，有些地方就不行，奇怪。我要出枪。现在不在车子里面放到。没啦，我想接电话。谁啦？是哦，怎么这么多人打电话给你？你知道我接起来跟我说什么？我那媳妇是什么什么阿昌吗？我说什么东西？我说在做人造死的。我才不是在做人造死的嘞！你看他说你在做人造人的，问他愿不愿意参与你的实验。我做人肉叉烧包的，不好意思哦。那你做的一定很不好吃。不好说呢。不然怎么可能这么穷？好像有点道理。你都会捡的什么东西？哎、欸，我没有拿半把枪在那晃哎、欸。所以你刚刚到底在干嘛？我刚才接电话、啊。你搜了半天，到底在干嘛？不是哦，这里真的没半把枪，好不好？哦，这边很多呢，还有 AK 呢。这方面房子怎么穷啊？那、啊、你不是说那边会有你想要的东西？谁的肉？可能是梁雨萱的肉。半夜梁雨萱睡着的时候，我就把嘴巴捂住。上面是配件屋吧，我配件都捡完了，没有半把枪。还有六倍、欸，哎、啊，有了有了，终于捡到一把我要的。在找人造石，我是外星人，我专做那个哈。陨石的啦，我取消，取消音，嗯哼，这我没有拿到狙啊，那你要不要四倍？我有四倍了，哦，我拿到狙了，好，那要不要六倍？也可以啊，我身上配件超多的。那、啊、你很棒哦。对啊，可是我没有穿帽子哎。你要乌龟吗？我去下面找，我要去订，我要进洞了。不要点这里有乌龟。没事哦。我们你下面收了吗？我收一半而已。那我要走上面。我们两个连续两把在那边玩，连续三把在那边收这么开心。啊？什么要把我赶出去？所以你忍心吗？你忍心把我赶出去吗？
你要快扩吗？等一下，我要去处理那个。我在打无知车。没有停啊。没有，来不及啊。可是他掉东西了。对啊。那你是被打了。对啊。而且我还打赢了，对啊。奇怪的人。怎么嘛？什么嘞？一切，丢一切。你是被老板娘传染是不是？他那个真的很魔性哦，怪我、啊。过六倍了，不用给我。怎么了嘞？这边有个盔，我盔我甲。对，我们终于要跑圈了，可是这把我们没有那个。小朋友是我，什么小朋友是我？那有紧急巨消给你要不要？好啊，那你要不消吗？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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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来都来哈，那要不要脸颊垫？不用啊，我是 QBU。我也想要有 SKS 啊，可是就没有啊。你才小朋友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拿了 AK 没有子弹。你是傻吗？你是傻。这边还有子弹。应该过完了吧？我只是把它当三十。备弹三十。错了啦，我只拿来当狙击枪而已，在上面放六倍。AK 上面放六倍啊，那你很棒哎、欸嗯。对啊，厉害吧？嗯，蛮厉害的。这边有步枪子弹吗？那个五六的。哎，夸奖我。有啊，我说啊，那你很棒啊。有啊。你有感受到我的敷衍吗？有啊。没有的话，我下次再敷衍点。你干嘛留档期啊？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想要拿 Vitor， 是我都没有遇到 Vitor。你要收右边的防区吗？还是直接进去、啊？都可以吧，差不多了。GPU 90，我们会冲进去又遇到人。那个，欢迎光临，法布餐车你好。你缺药吗？知道嘞，我五二三五二。还是不去了，这边有 V 哥、啊，还有冲锋补偿哦。我先看一下，我把身上的东西丢了没？好，没有。我把 AK 换掉。哦，那我玩你的 AK 子弹。这边还有那个冲锋快扩、在外面楼梯。啊，这边被收过了呢。对啊。七个子弹我丢在这。哦。快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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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
你没看到吗？有啊。收过然后五包百这样，我觉得超危险的。是不是机器人？圈圈圈圈圈。对啊，我有可能是机器人。记得喝个饮料。都没遇到人，哇，遇到人！我遇到就是那只跟我对打那只。干点是蛤蜊汤，蛤蜊汤好喝哦。哇，我们要怎么走？你要怎么走？觉得这个圈，我们应该要早点移动。因为等下 Paradise 跟 Bookend 的出来会撞在一起，我们的行进路径会很可怕。我想往圈中心一点走。好。耶、yeah, ，一路冲到底。说走就走。说挂就挂。小心底下防区。欢迎光临！真的假的？今天买东西路安会跳舞、喔？喂，可是你老板娘说会呢。喂，你这个签卖生气的，没有资格讲话呢。路安今天要请假，路安今天很晚才回家。然后右边上面有人呢、欸，我们去找他玩。你找我玩，我想说我们左边有一台维斯牌。走走走，我们去骑维斯牌，走走走。快点快点。你骑我骑。你确定要给我骑吗？也是可以啦，走啦 ，Go。啊，怎么是你在骑？我要去签东西呢。Go， 冲啊！我今天公休。今天回来刚十点，烦了吧？你会不会骑车啊？你会骑？你会骑会啊？学弟你也不行欸。下车下车下车。但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糟。很糟不是有点，是非常糟。我可以找找看前后的石头，或是躲在断崖那一侧之类的。把自己塞在石头缝里面呢、欸？对啊。可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哦、喔。没有，我在看，这样我只需要看一面哦，我看对面这边而已。哎、欸，右边。上面来人了。15号。是电脑。我也是看不到呢，他被树叶挡住了。他是下来了还是在最上面？下来又跑回去了。往左边跑了。点不到。看不到目前。我看到了。啊、你总被打到了。对啊，我超怕欸，怎么会这样？我不要开镜的啦，我开镜的比较准欸。你看他好像背着狙呢。嗯，他刚打你好像是狙击枪的声音。没有欸，猜错了。那是。娜娜 ，Berry 跟 N16。这是在玩的、欸。电脑啊？不是啊，我是说我啦。我记得刚刚上面还有一组呢。对啊。可是我现在看河对面这边，怕有问题。今天要备料吗？我觉得可以。所以你今天把不要休假？
不是啊，不知道他几点开啊，因为我们昨天卖的其实有点多，超慢。有人声音在我旁边。我离你很远哦。好了呢。你越跑越远了呢。我知道啊。你为什么不往我这一边侧看？我只是想去看他有什么东西用。看到了呢，对面房区有人。我不要点那个房区。不止那个房区哦，对，右边。右边石头区。看一下有没有好多位置可以抓。我觉得我屁股热热的。可是那狙有点不太行。狙位置我们看到了，其实看到了，标定，对接坡上。被树叶挡住了。干！对面山坡点过来了。你要躲吗？我躲，可是你过得来吗？可以，你可以直接绕到后面，后面河岸这边，我再下去。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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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下眼。用了啦。那起来之后要往圈内那个方向压，不然坐对面压过来我们会麻烦。对。我扔的。后面有人就是。我扔的，我扔的。枪声弹，不要理他。可是我刚刚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呢。真的吗？有。那个地方，几点？好炮哦！我看到了，抽炮的。我跟他侧面面对你，你完全没打他。我打到，可是我想切墙。我想拿米特。我发现我开镜打不到人，我腰射可以打死人。玩的不玩的，什么游戏？暴击。欸，我今天下午每一把都打到100以上的伤害，也每一把都有杀人，很棒吧？我是在玩的。很好啊，啊，下午的台都开到这，谢谢所有来看台、挂台、聊天的人，谢谢陈哲、月月、月红、红弟弟、绿茶、高棒、小优、狐狸凤，看来是要嘚嘚了。甜圈的 host， 我等一下把台丢过去给三六，他现在不知道要干嘛。我要关台了，我要关台了，不要丢过来哦。关了，关了，关了。拜拜，啵啵。八八八八八。奇怪的人没乱丢台，我丢给谁啊？算了，不丢了，不丢了，大家拜拜，晚上见。奇怪的人，奇怪的人。